You, so every, is this like everyone's Vietnamese here? I'm Chinese. Oh. I'm boss from, I'm boss of Cantonese. Oh. What par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ly. International family. What part, I'm a manager from Vietnam. Yeah, Vietnamese. So what part of China? What part of China? Me? City? China? You guess? Is it like south, north, or south? I'm from east. You're from east? Yeah, you guess? The biggest city in China. What's the biggest city? Beijing? No. The what? Is Beijing biggest? Big Shanghai. Oh, Shanghai? Oh, okay. So, you speak Chinese? Wow, you speak so well. You speak so well. You speak so well. I'm not你可以，你可以跟我讲中文。哦，真的？你怎么会讲得这么好？因为我好久以前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老是跟很多中国人练习，所以我会想，我会说一点一点啊。哦，你去过中国？哦，没有。没有去过。没有，但是我有很多计划，将来的计划去哪边啊？很多什么？我说的是，我有很多计划去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哦，你应该去中国玩一玩，去北京。哦，当然。故宫，对。故宫。Great Wall，长城。哦，我万里长城啊。万里长城。对。I just back from last year. I went to Great Wall. 哦，是吗？哇，很好，很宏伟啊，很长。啊。很多人在那边。去上海玩一玩，你中文这么好，没问题的。去 China 没问题了。好，我一个那个 tourist， 你没问题。没问题。嗯。Yeah. 我希望我会有机会去哪边啊？对。所以你已经在这个这个餐馆工作很久吗？我在这里工作了蛮久的，有两年了。哦，两年。我已经移民过来了。移民过来。嗯，但是我每年都会回去，回 China。Okay. To visit my mom and my sister。他没有来过这，没有来过美国啊。My sister cannot come here. You know the immigrator is hard, very hard. Oh, but my mom doesn't like here. She came here twice. She say he. 他说他不喜欢这个环境。他没有人，他不会，他都 speak English， 没有朋友。没有人会讲中文。Cannot go store by herself. 对。Yeah.我会很难交通，不是交通，沟通，不容易，很难。对。他也是，他也是，就是中国人。他是广东人。广东。你会讲 Cantonese？ 你识唔识讲广东话？哎呦！我要同你讲广东话噶啦。哇！你的发音很标准哦。讲广东话都，其实我觉得广东话比较好。所以咁試咁嘢，我嗰時就係試試學廣東話嘅。哇！你嗰時嘛？你廣東話？你多少？普通話都講得很好。你多少講廣東話？我識聽唔識講啦。你真係識嗰啲㗎？啊！你經常嚟玩玩，到這裡嚟玩玩。我要去香港同埋其他嘅地方，譬如話去香港同埋。广州去过，他们就是来自广州的。哦。嗯，广州这个城市也是很繁华。哦、OK。很好。你学语言就是我的怎么说？你有学语言的 talent， 你也是天才。就是我的爱好，学很多语言是我的爱好而已、哦。你是我见过中文发音最标准的美国人。哦。是的，你的发音啊 ，pronunciation， it's very。但是对我来讲，我还有很多问题，声调的问题，特别我讲国语的时候，但是，广东话，我觉得，也许我广东话的发音比较好。广东话发音 better than Mandarin。对，但是也许我国语比较流利。国语流利一点。流利。因为我知道好多个改词，有改词单词，国语的单词比较多，哦、yeah， 改词。你会写吗？写中文吗？我会。你有中文名字吗？
姚你叫什么？楼石啊，楼石，刘楼石。你再写一下，你个你个你个还你个还讲广东话？来来，写一个看看，看你中文写的怎么样？中文名字来写一写看。哦，是左撇子啊。叫什么？哦，你老鼠。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为什么？说来话长啊！说来话长，老师说说来话长，三天三夜说不完。哎，这个很有意思。难道就是因为好久以前我有中国大陆的朋友，当时他把他全家介绍给我，而且他们当时他们想知道我美国的名字是什么，所以我告诉他们我美国的名字之后，他们就。尝试发音，或者他们试试发音，但是但是好像他们有很多问题发音，因为我美国名字叫 Moses。That's why. Moses， 所以。Moses 就是老鼠。嗯，对对，很像，听起来像老鼠的发音。我已经联想到了。对，很多人起名字，中文起名都根据你美国人的发音。对对对，摩西斯，来、摩西斯。我给你看看。老中文倒写的蛮，这个字很难写啊，老师。这个笔画很多啊。左手，用左手的人很聪明啊，左撇子。摩西。汉字写的，用左手写中文字很难写。摩西斯什么意思？你的名字？对。Moses。你一定听过听说过这个名字，在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圣经里面的。对对对对。摩西，我听说过。你的名字是来自圣经。对对。那你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佛教。不是佛教，我没有。观音啊，这是。观音菩萨。你相信佛教？其实我没有教徒，是教徒，对。自由。你去中国没问题，真的。希望如此啊。他也是中国人吗？他说中文。哦。你经常来玩了、经常来。你住得远吗？这是我第一次来的。你是。不是，我离你知不知道 Eastern Mall？ 我在那边，我就在那边。你在那边工作？我是住在那边。不是，我就在那边，但是工作呢？我有自己的工作，我在我家里工作，我是老师，语言老师。怪不得你是中文老师。怪不得，我其实各种各样的语言，中文、日文、韩国文我会。韩语也会啊。我会韩国文、越南话。日文等等，不得了啊！语言天才 ，Japanese、Korean， 广东话讲得非常好啊！我眼睛 I close eye 啊，你就是中广东人，真的。何秋子爷，广东话讲得标准。哎，何秋子爷，不，这个是真的。何秋子爷，广东话，你天才呢，语言天才呀，很聪明啊 ，talent。也许你太过家，不是真的。你知不知道是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很完美了，很完美，再继续进步。你去中国啊，特别是 especially 去都香港，你去做那个中文老师啊，现在很多小朋友，很多 kids 想学那个英语，赚很多钱 ，make 很多 money。你又讲中文讲的这么好，英文讲的这么没问题的。真的，他们工资很高啊，最起码都有 2,000-3,000 一个 month， 我一定会，我一定会。Yeah. 我一定会去。你可以在那个网上看一看，是不是他们 hiring ChineseLearn.com 什么？对对。等一会儿就知道。但是现在呢，我已经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太忙了。很好，自由职业，很 freedom， 有 freedom， 自由职业很好，对，不要 work for others， work for yourself， 对对，那是最好的，对，最好的，真的是，
很自由 ，freedom， 又自己很开心，有 ground yourself， 很好。嗯。经常来玩呢、啊。好好。好。我们交流一下。好。你教我们英语，我们教你中文。但是你英语说的已经非常好了。哎呦，谢谢你了。也是比我中文。何出此言呢、啊？何出此言？好，那我有找到那个。啊，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下次来，下次见啊。